给大家出个这个飞盘网的详细的撒网教学啊，如果不会的老铁咱们可以看一下啊，看到没有，首先把绳子这样缠到咱们的这个这只左手上面哈，左手上面这样一圈一圈的哈盘好就可以了啊，这个大家都会啊，我就不用多说了哈。首先咱们第一点拿着这个网头啊，拿着网头啊，这个手的话呢就抓住网头，也可以用下面上下这边随便哈，自由控制哈，来这样提起来，提起来在手里这样盘个圈啊，也可以这样对折啊，看个人爱好。首先这只手抓中间，把这只网拿起来啊，网拿起来，拿起来之后把这个链条这样啊扯上一扯，扯均匀一点啊，看到没有，扯开一点，扯好之后呢咱们就这样哈，再这样抖抖上一抖，看到没有，抖上一抖就很均匀了。如果说不均匀的话呢，咱们可以摇一下，摇一下这个飞盘就很均匀了。来，如果不均匀的地方就拿着这个盘子摇上一摇，用这个手啊这样扒上一扒，扯上一扯，搞好之后咱们就用咱们这只这只右手这样插下去用咱们左手抓住它，撒的时候兄弟们哈，咱们飞盘网这个旋转用力哈，趁着这个惯性，趁着这个惯性来看好，漂亮哈，看到没有，轻轻一甩就可以了啊，看来已经上鱼了啊，慢慢的拉，慢慢的拉啊，这样慢慢的拉来上货啊，看一下兄弟们，有鱼点个双击啊，飞盘网非常好学又简单哈，来，可以，漂亮，看到没有哈，大爆网哈，兄弟们，这个鱼来看一下，这个鱼是怎么取出来的哈，这个鱼是拿着这个网头，看到没有，就这样哈，这样一抖，先不要急着拿鱼哈，先不要急着拿鱼，这样用手这样抖，把这个网抖到下面去啊，把这个鱼全部抖到下面去，这样不停的抖哈，把鱼抖到下面去，抖好之后这个鱼看到没有，这样一扯这鱼就出来了啊，对，看学会了没有，学会的老铁点个双击啊，一网在手吃鱼不愁啊，对啊，有没有啊，非常简单又实用啊，学会的兄弟们双。